我们 B 苗栗这个民俗啊，民俗里面所这个展现出来的龙呢，啊，依它的颜色，我们可以把它啊分为五行，就是金木水火土啊。刚才呢，我们有看到了哈，有黄色的啊，那是属于金的，啊，绿色呢是属于木，那金色呢是属于大家。 都能够安居乐业啊，而且呢，年年丰收，也就是国富民的大家幸福快乐。那木呢，就是绿色的，绿色的是象征着欣欣向荣，也就是大地生平。那还有呢，金木水，我们如果有看到龙色啊，那个蓝色的龙呢，这个是属于。 在我们客家民俗里面的、龙里面的，属于水，属于水的。水呢，就这一个富含啊，我们这个渔民啊，包括是这一个航海的人啊，大家的平安，也就是四海安详啊，四海安详。那火呢？那顾名思义，就现在大家看到的红红火火。 还有一种就是黑色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晚上如果黑色的时候，就不显得亮丽了。所以我们以红色来代表啊，红色也就是有关于我们做生意的企业的啊祝福啊，那给企业带来这一个它的生意呢红红火火。 也就是我们生意兴隆，是。所以呢，看到他们的旗帜就有红色跟黑色做搭配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一个是土，金木水火土的土，在这一些之以外的呢，我们都把它纳入为属于五行里面的土。那土呢，就代表是什么？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五谷丰登。 也就是我们一般农家种水稻的农家，希望我的农作啊，每年都能够丰收啊，减少灾害带来丰收，也就五谷丰登。啊，刚才呢也顺便呢啊，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苗栗客家庄啊，苗栗客家庄这个民俗的。 它的五行的龙啊，五行的龙啊是什么呀？它的象征是什么啊？它的颜色如何来分辨啊？再这样子用最简单、最容易懂的方式向大家做介绍。好，谢谢钟大哥，我们介绍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啊。其实呢，就刚刚的金木水火土的颜色，土呢它是涵盖着比较多种颜色，我们就纳称为土的颜色，代表着金木水火全部纳含在里面五谷丰登。 的意思，好，现在看到我们的鹤年农艺这个队形，好漂亮哦，我们拍拍手。
耶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一个啊，红红旺旺，然后越放越旺，马上又要再放龙了哈。好，那个啊，目前的这个 B 七啊，是我们鹤脸，另外我们两只龙翼呢，在我们的 A 七。好，在哪边？等一下，这两个区呢，我们的 CC 呢，暂时先休息一下。好啊，我们的 HCC B 区呢，啊，先来啊做啊一个啊单元的棒龙。没问题。好。来，我们恭请市长现在打指令。好，那市长说由我们呢、哦、来。这个就是四海安详的哈，好，来，我们请，好，我们请苗栗龙翼在 A 区也请就位。好，现在我们 C 区呢，先暂时呢，先还没有，所以是 A 区跟 B 区，所以 C 区的朋友，亮起你的千里眼，好，我们一起看喽。是苗栗龙翼，我们的 B 区是鹤联龙翼。好，我们苗栗龙翼请进场。好，樊阳。好，我们先请他进场。是的，哇，我们非常期待要继续再来放啊。啊，真的 Good morning 啊，真给董樊毅啊，大家呢齐聚一堂，真的是新年新手牵手了哈。好，我们 A 区的苗栗龙翼。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A 区炮手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来跟我比一个 OK 好了吗 ？A 区炮手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还没，还没。来 ，A 区炮手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还没，等一下哦。欢迎欢迎。我们 B 区也请小稍等一下，还没哦。还没，还没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还没哦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来 ，A 区，请给我回应。还没哈，请稍等一下哦，我们一起准时哦，准备哦哈，还没哦。待会呢，造完的同时呢，记得呢再来到跟我们市长呢来这边来谢会一下。待会大家可以看 A 区的苗栗龙翼呢，他们呢是 LED 的灯光哦，大家稍微的待会可以看一下 A 区哦。那 B 区是鹤联龙翼哦，大家不要搞错了哦。好，来 A 区准备好了吗？炮手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好准备好了，来，后流 A 区苗栗龙翼炮手准备。B 区鹤联龙翼炮手准备开炮！耶！好，我们啊，现在在
请不要忘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哦。我们要进行呢，我们的市长来为我们颁发呢这个祥荣显瑞的吉祥如意的红包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问你。主席好，主席呢帮忙献上贺年容易的吉祥红包。